你煮的卤味是不是又硬又老又干又柴，煮久了像石头，煮一下又不入味。今天我们用爱妈咪新款的智能苏肥养生炖锅来还原知名的卤味，特别放凉之后冷吃，西北后加卤味呢，三分卤七分泡才会好吃又有口感。把所有酸嫩好的食材放进来爱妈咪智能苏肥养生炖锅，按苏肥模式启动。爱妈咪智能苏肥养生炖锅选用精炼紫砂内锅，聚热效果卓越，环绕螺旋式的导热可以炖出甘醇浓郁的料理。八种料理功能一键直达，像老虎汤、鸡汤、排骨汤这些都不用担心，就可以得到港式大厨精心炖煮的老火靓汤。家里有小宝宝的时间非常碎片化，晚上我们预约好时间，早上就可以吃到美味的健康宝宝粥。宝宝的十倍粥、五倍粥、三倍粥也完全可以无脑料理，轻轻一按，清香美味。我们的卤味煮好之后呢，不要急着马上吃，所有的食材泡在卤汁里面12小时就可以享用美味了。爱妈咪这种微电脑精准控温计时，拉近了新手小白与大厨的距离，所有的料理都可以无脑进行。相比较一般传统的电锅，爱妈咪智能苏肥养生炖锅可以保留更多的营养，让肉质软嫩不软烂。而且这种紫砂内锅啊，含有多种矿物元素，质量强度高，能够承受极冷极热，搭配紫砂上盖可以维持加热温度的一致性，让料理更美味，给厨艺加分。锅身整体采用环绕式加热结构，加强炖煮效果的同时，更可以提升料理的口感。多种的预设功能会根据不同食材的特性，智能调节增减火力及烹饪时间，让每一种料理都恰到好处。爱妈咪智能苏肥养生炖锅，让家庭地位瞬间提升，超赞！